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多车都在抽鲢鳙。以前这边都在钓鳊鱼，现在钓鲢鳙。啊，今天我们三个也来了，两位牛总来早一点，还没收获。坐在老二旁边呢，老二出货的勤快，蹭下蹭蹭窝。今天中午，今天我这个车我不是没口，有人钓到吧？就上那一条了，就上那一条。生命的第一杆，这里，果安的，他们走吧，你好。像你这个拍照合适吗？来，拍合适吗？来，先吃饭。那个，这都是烟。不要烟，我要饭。那么烟我是烟啊。有利群极品精神，有利群呢、啊、那个要吃啥呀？是辣椒炒肉吗？辣椒炒肉三个哈。对，鱼没钓到，先把饭吃了。扫一下吗？我也扫吧。可以。多少钱？60块钱。这是什么？利群14，17。利群14啊，17，我说越卖越便宜了。大哥吃不吃饭？做个爷一样。还拉三瓶水。点好了快餐，还没有开始吃。啊，他们说换位置，那边浪太大了，没抽到。钓了两包饵料没口。换个位置，给点灯贴。该说不说，这赣江边的风景很漂亮哎，碧水蓝天的。今天温度也高哈，阳光明媚，30多度。耀哥已经不能像往常一样啊，跟着我去外面拍视频了，要好好的待在家里静养。啊，还年轻，睡点重要。到了哈，赣江的支流试试。先把这个快餐吃了。今天不钓鱼，誓不罢休。啊！温度太高了，豆角炒肉。外加一个荷包蛋，20元一份。想了想，这钓鱼还是挺费钱的，油钱、或者料钱、快餐钱、水钱，一天最少消耗100块钱，最少最少。从白天钓到晚上，啊，要坚持。老二不错，老钓这么大的，你来看一下。这又破纪录了哈。差不多有20家，没有20也有15，来称一下。我称一下就知道。好歹我也没空军是吧？我也一条。送给你。不要，我不要，太大我吃不完，不要，我这样就够了。不要，土豆妹说回家可以，钓鱼可以，不要空军，行，我就拿这条回家。这是不是我钓的？你再拿去那个红烧清蒸，然后隔一小时。反正这条是我钓的，老二一条，我一条。老二不错，又破纪录了。爷爷，欧拉了，看没有？想不想过点手瘾？称一下来，看有多重。啊，称一下。这是18斤。18斤。18斤还要除箱子。箱子3两吧。17斤，17斤多。18斤，将近18斤。钓鱼归钓鱼是吧？这个差事的教。反正没空军。爸爸，我给妈按摩呢。吓我一跳！我天哪！爸爸，我钓鱼回来了。啊，你都几点了？11点半了，你才钓鱼回来？这两天好大的。多大？反正好大。爸爸，你拉倒吧。爸爸什么？传球？啥？反正没空军。鱼。哎呦，好大呀！我的个妈哟！这鱼大不大？大，好大。大不大？好大，好大，多好点，给我按摩还不得？嗯，好大哈，没空间哈。超级大。嗯。
我吃饭呢。不能再打，是吧？明天留着给你做。我这个老二钓了一天，也就钓一条啊，是不是？我也钓一条。他比我大一点，啊，我他一条我一条，是不是？他比我大一点。拜拜。